庆祝一年一度的警察节，各地也举办了不少的活动，慰劳辛勤的警察同仁。台东大武警分局选择走健康路线，举办了山林健行活动，亲近大自然。特别邀请了警友会、警察志工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希望能够透过活动增进员警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团队的情谊，也可以调剂身心的压力。全体警察同仁在大武分局长曾友进的带领下，展开一趟身心疗愈的山林健行之旅。1979年6月15号，警察法实施，这天也被定为警察节。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提前举行庆祝活动，为了每天在高压环境下工作的同仁，让员警在工作之余调剂身心灵。警友会、警察志工、义警民防等也共襄盛举，散步在立秋森林步道。晚间则在太麻里地区农会广场举办歌唱季参叙活动，让员警大展歌喉，也让人看见与平时刚硬执勤不同的一面。分局长也特别表扬绩优员警，鼓励员警在维护治安、交通上的辛劳及热心为民服务。活动也在轻松热闹的气氛下圆满结束。记者夏佳慧太麻里乡报道。